Hello， 会火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哦，你已经拿到了，我可啥也没说关于这个话题，烦死了。虽然我已经忘记了，就是应该是吧，应该是。哦，不告诉你，反正是我先采访的，反正这个后面的事情就不关我的事情了。完了，哎，不可以这样，这该不会是对我的团队说的话？表示怀疑，那我再来一次机会。会火迪丽热巴专访即将上线，敬请期待。你要是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就不信你会两眼空空。